宋子鸟生殖中心从1992年起在不孕症领域努力了23年，持续以世界同步之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为更多人提升运气带来宝贝希望。好，那大家早安。早安。好，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的 briefing。 那今天的话总共有20位的胚胎师的一天由晨会开始，必须在每天的会议中确认当日预约客户进行的疗程、手术、当日取卵及植入、客户注意事项及特殊交班。那今天的 briefing 就到这边哦，大家各就各位，加油！加油！先生你好，我现在跟你交班一个 case， 你快去。在宋子鸟，每位胚胎师兼身兼咨询师。接触胚胎之前，先了解客户的故事，当被客户感动，就能转化成感动客户的力量。放心，我们一定可以帮助到你的。身负胚胎养成重责大任的胚胎师，经历过一年精虫处理训练及3年胚胎培养训练，才能成为全能胚胎师，拥有足够专业能力呵护每颗胚胎成长过程。小芳你好，我是今天为您负责培养的胚胎师，在这边跟您核对一下姓名。李小芳。李小芳哦。OK。Yes， 第一关过喽。耶，成功了，宝贝！我们明天就带你去接妈咪喽。今天的宝贝状况很好，加油。您好，这里是宋子鸟。